学习报告，惭愧弟子，上官，主题，事师之道。无量寿经云，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，常念师恩，福，道业成就与否，全赖此三句。佛为无上医王，法为万病良药，师能导引正见，此三句乃修学成就根本，背之则堕落向邪，向之必见性成佛。佛虽示现涅槃，而师代佛受教。佛子背离师道，恒无智慧，从彼死以还堕地狱，更得无量无边苦患之法。故知佛道即师道，是师如是佛。弟子学佛时日不多，生性顽劣，全无孝敬，恐堕地狱，而不敢忘记师恩，仅以此文自省，警戒明昧妄心，除之是师之道，更无余途就近佛圣。试想叙述何为事师之道，菩萨如何行事师之道，何为如法佛子三部分，以明事师之道重要意义。甲一，事师之道。乙一，浅释事师之一。言事师者，为承奉无怠曰是，诲人不倦曰师。丙一，师者护佛种性。古人云，师者发蒙之基，学者有师，亦如树之有根也。然大智既成，复能成就小智，由树根生子，子复生根，辗转相生，种类不绝，故佛种全依师者播撒灌溉，生根发芽，修剪散户，师出世间法器全赖师者。如无量寿经所言，护佛种性常始不绝，片言之次皆无师也，所当敬重，况日日教诲不倦之清教师乎？为佛弟子，倘存骄慢，一生福慧消灭。丙二，事师如何存心？事师名相虽广，曰言为诚为孝。诚者，精诚也，专精存一，至诚无欺。存一，一指一位善之事，专精一门，常时熏修。至诚行事，常存惭愧，无欺自性，本自清净。孝者，孝敬也，孝养侍奉，恭敬和顺。师长如父，亲爱孝养，软语敬顺，不得违逆。若是师时时以诚孝存心，则一切奉事自然如法，师资之间水乳相合，而道在其中矣。以二，舍尽师戒，则不入圣流。众生业习难改，伦理常结忘失其本，若非佛教师道，何由迷途思返？敬师如敬佛，敬佛即敬自性本心，善之事乃清净自心变现，自心为师，能转境界，转境则同如来。习凡夫无始随忘心业，忘心勿以境界为师，沦落生死，遥无出奇。如来垂基佛陀圣教，
根本出离大法，舍禁食戒训而修道，枉费功夫，终无所得，常须普行恭敬，即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，即皈依自性觉。以三施恩施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佛者，唯彼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。净土导师万劫难遇，受最上乘佛妙法，普度一切寒灵，十方诸佛共赞。师父上人尽设三重恩德于四众弟子，故知施恩重如山，罄竹难书，唯发大菩提心，往生净土，圆证佛果，方能报恩。数月前，弟子曾多次于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塔下念佛绕塔，绕塔半扎时，总见高处山门牌匾题平等二字，托显佛法门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然无始惯习，诸难调制，幽暗长夜难入平等门，烈日酷暑，汗流浃背，绕塔五十扎后，越发步履艰难，仿佛无量俱之劫，为挣脱烦恼贼苦寻解脱之法，欲入涅槃平等门，又不得而入，辗转流离于六道，舍家君业，尽尝所有修行法门，平等门近在咫尺，人不得而入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竭尽全力念佛绕塔，观想无常大鬼紧随身后，最终愿力战胜业力，绕塔百余匝，此时已确信无疑，生生世世恩师为弟子结生死瀑流，受念佛法门。然弟子傲慢骄纵，不信此最胜第一妙法，虚妄为敬，敬业无由，今因缘具足，痛定思透，绝不再错过净土平等法门而不入，绝不放开恩师之手，这双手实习间亦未曾离开弟子，哪怕地狱刀山火海都慈悯不曾放弃王儿，只怪不幸净土投心无地，万劫错失，辜负师恩，干扰徒弟，折骨为笔书写师恩，上次不能具报其恩，唯愿做净土如说修行者，不虚误得人身，遇恩师受净土之万劫机缘。甲二，诸佛菩萨及祖师大德如何行世师之道？末法时期，众生不信善法，不敬师道，无始不了，造虚妄业，不肯回头，诸佛菩萨无限慈悯，以大悲为根，从根本至终示现报光合成，久出于邪道，深达于正法，不舍因地为凡夫开演世师之道，故佛恩师恩第二重深意在于善护念。以文殊菩萨万佛之师，文殊师利菩萨大智独尊，应化于娑婆，即是大智善护念。文殊菩萨乃诸佛之师，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，
当来者，亦是其威神力所致。文殊者，佛道父母也。文殊、普贤同为释迦牟尼佛左右胁侍。无量寿经中又紧邻普贤，列出家菩萨上首。何故诸佛之师不惜屈尊，以胁侍身份应化于世？夫世尊一代实教，终归净土，广演妙法，实为深入净土一门。然此法门虽平等圆融，但其简单易行，直趋本觉，实属最难性之法。故万佛之师文殊师利特垂慈，善护苦难众生，实现华严法身大事而导归净土，又实现无量寿盛会，共赞弥陀于念佛法门做大守护。智者明眼，但见诸佛之师尚求生净土，若非愚狂之辈，定当效法行之。念佛法门为大智，方能信入。遵循诸佛之师文殊足迹，即得大智入信门，见一切佛土平等无差别相，三德圆彰，神化不可思议。世师之道最圆融境界，即此处文殊普贤了了见佛性，以如来位不舍因地大权示现，发殊胜大愿求生净土，能劝一切菩萨普导一切众生，仰信其大智大恨而同归极乐。三世觉母妙吉祥，辅佐释迦本师，相赞弥陀降师位做菩萨，演说世师之道究竟去处，及诸佛如来一切导师之愿，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会众生真实之力。即此持名念佛法门，有赞云：文殊菩萨德难量，九成龙种上法王，因怜众生迷自信，特辅释迦镇玄刚，吾辈凡夫当来往生极乐，势必亦如文殊菩萨重返娑婆，开眼净土，究竟圆满世师之道，不枉师父上人无量劫教导之恩德。以二，六祖能大师的世师之道，自古名利双刃剑，高明厚利不忘师训者，乃金刚萨埵，示现自信本不动摇。六祖慧能于曹溪传法37年之久，其间神秀长昼午后，请六祖复阙，六祖故辞，神秀复自作书重邀之。六祖谓使者曰：吾形貌挫陋，北土见之，恐不敬无法，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，亦不可为。神龙元年中中，复遣使削减迎六祖，六祖辞疾，愿中临路。典籍记载可见，五祖虽已圆寂，六祖却谨守师训，居南中不动。此举一来，住一处不动，真正弘法，立生光大禅宗；二来，避免北上后可能因极度障碍而引起的不测发生。师父上人常赞六祖是真正老实人，单从其谨遵师命，不离曹溪，不求虚名来看，老实人
真正有福，因其能领纳师长的广大智慧与当下一念禅宗秘诀，亦正在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当下承担师命，师无量劫累积智慧福德全领纳于心，省去光阴虚度之弊，直下承当，此心即佛。以三师父上人的事师之道。师父上人一生于事出世间法皆成就非凡，弘法足迹遍布全球各地，但有一事最为殊胜，其功德尽未来际，亦必常说不绝，即成雪宫上人副主弘持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弟子曾恭敬请教师父上人，是何心念得遇三位恩师？师父笑言：“诚心。”又告弟子曰：“雪宫没著汇集本，若是别人得到，可能就此雪藏尘封，世人不能受益。而我就是要做到心量大，传给我的，我一定将它传遍全世界。”师尊何以副主弥勒守护无量寿经久住不灭，因弥勒悲真厚节至极之慈，心量广大超出凡小，定能做大守护于此广大微妙难信之法，诚如师父上人慈浓即是心包太虚，雪宫上人如世尊副主弥勒一般，将此难执难见难闻难信之法嘱咐于师父流通弘持，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是实力无畏无碍无着之法，仗此无畏无碍甚深佛力。师父上人即使当初面对各种压力反对，也坚持弘扬莲宫之本，不做背师叛道之人，毅力与愿力可歌可泣。末法九千年，长夜有情，皆因此举而得真实利益，当效于佛，即令施法久住不灭，常念施恩，即坚持开示此难开示之法，能持能弘此无上之法，一切诸佛之所赞叹。甲三，如何成为如法佛弟子？古云：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先，学道以承顺师命为上。为人弟子若不能以道恨为师而反击师过者，必堕地狱无疑。学道之人，谁人不想成为如法佛子？弟子惶恐业障深重，不够资格为如法佛子，只能恭请有修前辈分享其事实心得与众共勉。以下言语朴实无华，但发自前辈内心体悟。以一，从师父上人身上学到了哪些品格和作风？答曰：师父上人心量大，对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，亦能真心包容，并日日回向他们离苦得乐。师父上人想得远，又注重实际，对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，团结世界宗教族群，传承儒释道法脉，都有远大理想，并着眼于实际，想到的一定是能做到的。师父上人真诚至极，从来都是透明的，没有秘密
和隐藏。师父做事谨慎认真，尽管年近九旬，一丝不苟的态度胜过年轻人。日理万机，也不失小节。师父让人精进不懈，如此高龄发愿宣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就真正坚持从一级到600级，到圆满三次的近1800多级。要知道，那是一天天的功德累积啊。师父上人心静如水，即便正在处理要事，也能体察身边人的点滴心绪和需要，高深莫测，不可思议。一二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好师父？答曰：听话依教奉行者，并无他法可言。以三，怎样从师父的点滴言行解读后面的深意？答曰：事师要有正见，不要观察师父的过失，不能从视线凡夫相而妄断师是凡夫。的确如前辈所言，世师五十颂云：常慕于师德，不应亏小过，随顺或成就，求过还自损。止观云：求师必在于尽善，世师必忘于师过。为人弟子，不能处处要求师长十全十美，问题在自己，毛病习气能不能改正？师者全在其心，是否为众生着想？心作气量纳虚空，时时处处为众生，这就是我们的师父上人。以四，师父上人最喜欢看到什么？答曰：欢喜学生个个知过改过，老实念佛。改过要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从听经入手，常识熏修。改过要常能自省，有诚意面对自己，有勇气面对自己。最好的改过就是老实念佛，后不再造。业力从烦恼而来，转化烦恼，业力也随之而转。冤亲债主看到我们真修行，就能化解冤结。他们既恨我们过去造的业，又恨我们现在不能如法修行。果真老实念佛，冤亲债主没有不欢喜的。以五，什么原因让一些学生背师叛道？答曰：最怕的是自以为是。真正的如法修学，是对师父有信心，心里只有师父，听师父的话，单纯一个目标，义无反顾，永远把师父的意见放在自己的意见之上，认清根本和枝末，不能为了私欲和人情而葬送佛法。所以定课很重要，日日月月年年的积累，念佛念得有滋味有法喜时，定功就得力，人自然妄念减少，不会随诱惑动摇而背师叛道。律云：若不顺师言，即同逆论，故曰不得还逆于也。经云：谤师、毁师、争师、嫉师，法中大魔，地狱种子，背师叛道，无间地狱，永无出期。为人弟子，为佛弟子，事事要用真心，少有虚伪浮华，便是障道因缘。如常提
卖心肝而学般若，世尊为求半净而舍全身，妄自尊道，见善不从，枉受教诲，于贤不亲，故去道甚远。甲四，净言佛果。澳洲净宗学院戒学班开班授课以来，众皆目睹师父上人和清宫上人的风采，二老更是惺惺相惜，为众演教示师之道。师父上人每日上午必亲临清宫授课现场，未免打扰学员听课，总是默默走入教室，坐在最后。课毕时，清宫上人谦卑极言，恭请我们老恩师慈悲指正，而师父上人一同学员一起唱诵回向文，慈悲悯怀。清宫与师父上人执弟子礼，凡同行时必亲自搀扶师父上人前行，每日傍晚必于摄影棚聆听师父上人宣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全程端坐详定，无有丝毫倦意。录影结束后，必定轻扶师父上人上车，无论寒风凛冽，亦无惧沉静，庄严肃立，威仪得范。多日前，清宫至师父上人精舍一聚，二老于后院草坪散步时，微风徐徐，衣角飞扬，摄影师赶紧抓拍经典一刻。弟子目睹二老风采，仿佛极乐净言佛果，师父上人清净法身化现人间，清宫上人严持戒律，庄严净土。这一净言佛果，今全体受记于娑婆众生，定当纳受承担，不为如来圣教。师父上人如此清净慈悲，教授吾辈最苦最上妙法，只此一句弥陀圣号，老实念去，不假思量，直下承担，必证净言佛果，不枉万劫轮回遇名师。舍此名师不敬，舍此法门不学，非痴即狂。以上是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，值此教师节之际，待尽虚空遍法界众生，感恩师父上人不舍顽名，代佛受记，普度一切寒灵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弟子众等当一心求净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，不妥之处敬请恩师与诸位法师大德慈悲辅证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还剩下四分钟，这个是你个人的看法，正是佛法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我不敢承担啊。但是我们对老师确实是尊敬，这个心永远不退啊。三个老师一个护法，少一个我都没有今天，都不能成就。没有方东美先生，我决定不会入佛门啊，绝对不会去了解佛法啊，根本没这个念头啊。他是个哲学家，
是当代有名的哲学家。啊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写了一封信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目的呢，是希望他允许我到台大去旁听他的课。啊，就这么一个目的。没有想到一个星期我收到他的回信，又我到他家见面。啊，见面的时候问了我很多问题。我们就是同乡关系啊，但是并不认识。啊，没有任何人介绍。他问我学历。啊，我说因为战乱抗战时期。啊，小孩嗜学的人很多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啊，我读书只念到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就逃难到台湾来了。他说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我不敢骗老师。啊，老师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，他是因为这个怀疑。哦，我说我虽然是学四年，但是没有丢掉书本，喜欢读书。啊，而且还喜欢写文章。啊，这他了解之后，告诉我，在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了这几句话，凉水浇头啊，没希望了啊，所以感到很难过，很沮丧。我们沉默了一阵子，大概五六分钟。啊，老师就说了："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。"我跟你上一堂课，时间呢是9:30到11:30。我跟他学的是在他家里，不是在学校。啊，小客厅、小圆桌，我们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啊，没有课本。啊，他介绍我西方西洋的哲学。中国哲学、印度哲学，最后是讲到佛经哲学，啊，等于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啊，归结到佛经哲学，我那时候很讶异，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。而且是多神教，多神教在宗教里头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你，年轻的，那是我26岁，这你不知道啊。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哲学的最高峰，这讲整个世界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个单元里头，我特别用心，啊，完全接受了。啊，那么在没有多久之后，我常常到寺庙去借经书，那时候经书买不到。台湾印经书只有两个地方，台北是朱金洲老居士办了一个台湾印经会吧，啊，南部有个庆芳书局，啊，台中有个瑞城书局，有印佛书，量很少，种类不多，所以老师要我，啊，教我。今天的佛法，他说
200年之前，寺院庵堂都是学校。啊，出家人确实有道德、有学问。啊，我们能向他请教。就是现在出家人不学了，那你要学佛经哲学，只有到经典。啊，告诉我。啊，这带我进门的，进门以后就认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也像方老师一样，每一天每个星期天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啊，我们也是一对一的。我跟他3年，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。啊，到台中10年，完全是讲大乘经论。啊，李老师劝我发心出来学讲经。那我跟李老师定的是特别的契约，啊，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。啊，给我3个条件，我说我就收你做学生。你考虑不能接受，你另请高明。啊，哪3条呢？第一条，从今天起，只可以听我讲经。啊，任何法师。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说法不准听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从今天去看文字，无论是佛经是世间的书籍，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可以看，这个要接受啊。啊，第三句呢还好，有期限的，5年。啊，要遵守5年，决定要遵守。啊，我认识李老师是参云法师朱金周年大居士介绍的。啊，朱老居士跟李老师老朋友。他们两个同年啊，所以到最后我接受了啊，这就定居在台中啊。我这样的遵守大概3个月，很有效果啊。我就跟老师说，我守了3个月，我非常感恩。他说怎么样啊？心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不能看了，不能听了，这就入定了。好啊，这日上咋跟呢？啊，还要了啊、哦，还3个条件，另外还有个条件，不是这个时间，时间是最后说的。啊，还有像你以前所学的，我统统不承认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的。跟张家大师学的啊，不承认，以免辩论啊。老师讲的跟张家大师讲的不一样的，我要把张家大师抬的时候，两个人要辩论，不承认，别谈别提啊。我以为是老师专利的了啊，结果以后我到新加坡的燕培法师老朋友啊，是个讲经的法师，他是学法相为师的啊，邀请我到他讲堂给他信徒们讲经啊。他讲堂那一天大概有600多人参加啊，我赞叹弥勒净土，赞叹法师，赞叹法门，赞叹他们的学生，对吧？这是规矩，李老师教的，这就是圣战士啊，决定不能让他那个倒茶，人家几十年教导，你去搞另外一样，让他心里动摇，那有罪啊，那就是无间地狱。
所以我在他老师教导你啊，赞叹欢喜啊，增长他们的信心啊，也增长啊法师的威望。你看我们的师父啊，外面来的法师都这样赞叹啊，这就是孙禅师啊。所以以后我到香港来讲解，77年啊，禅宗的大德圣义法师邀请我，我那时候讲了一年，他每天都来听，只有这一个法师啊，听了几天之后通知他的信徒来，通通要来听啊，其他的法师都没有，他来听不让信徒来听啊，只有圣义法师啊，请我到禅堂，他真的每一天坐禅，有40多个人在禅堂修行啊。我去的时候让我在禅堂讲开始啊，那我也有点口头禅，我讲过《坛经》，讲过这个《永嘉禅宗集》啊，讲过《正道歌》，所以也有一点禅，口头禅啊，所以我到那里赞叹道场，赞叹法门啊，赞叹他们学习，赞叹他们老师啊，这就叫懂规矩啊。啊，为什么李老师在台中不敢请人到道场讲经开示，他都不行啊，他一定是供养，请吃饭供养啊，他不请来讲经。我就怀疑啊，老师心量怎么这么小啊，啊，他看出来了，把我叫到房间问我，你是不是有这个念头？我说是的。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一个道场常年培养出来这个道风，如果他一个不懂的人，他来批评说我这个法门比你那个好，把我的这个学生一听之后心就动摇了，要费至少要费半年甚至到10个月才能把他再拉回来，很痛苦啊，以前有过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就立了规矩，决定不请法师啊，法师那是他认定的，他讲的是经宗，传的是正法啊，讲的是不会破坏道场，不会让大家生怀疑，这个人要请，他懂规矩啊，不懂规矩的人说都是自赞毁他，都是自己法门好啊，别人不行，那搞得老师搞得头痛啊，花了10个月的时间啊，才把大家才安抚下来啊，所以以后就有这位高度的警觉啊，他也是不请人讲解啊，那些讲解的人都不懂规矩，学教的人很多不懂规矩啊啊，请你讲解是坚定信徒的信心呢、啊、这功德无量啊，好死啊啊，我这从老师那里教导的，教给我的啊，怎样解法缘啊，我在台湾那个时候到处讲经，法缘很殊胜啊，南部有个老和尚，客家人，很吝啬的啊，目中无人的，我在那个道场讲了10个月，很多法师，你他们讲10个月，你是用什么方法啊，我说李老师教给我的，到人家道场讲解，赞叹道场，赞叹他们原来学的法门不能违背啊，赞叹和尚，这个方丈和尚皈依可以带皈依，皈依证让和尚法啊，是他的徒弟不是我的徒弟，所有的供养都归场主，不能带一分钱啊，那么供养法师是他常住包红包给我，我所收的供养全部给他，欢喜啊，所以月月都要找我去讲解
那你要是一收皈依，一收红包，就一次，下次别请他了。发愿就断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生发愿为什么这么殊胜？通是老师教的，老师不教，我们疏忽了，没想到这些问题啊。啊，老师的叮咛嘱咐总是在耳中，一辈子循着这个路走，没错。啊，不会吃亏。啊，发愿殊胜。啊，让我们和尚走到联合国去了，这笑话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了。啊，为什么走到联合国去了？到澳洲，澳洲的发愿太殊胜了。啊，一到这边，格里菲斯大学、昆士兰大学校长，我们就做了朋友。啊，让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这才看到了全世界啊，才知道今天社会的不安定啊，灾难频繁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们看出来了啊。那这就我们又多了一个事情了啊，如何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佛法的慈悲救世啊。没有缘不想他，有缘不能不做啊。有缘不做就错了啊，没有缘绝不攀缘啊，有缘应该要做。那那么宗教的团结确实可以化解冲突，用什么方法？讲经。所以讲经不可思议啊！每个宗教出现问题，什么原因？不讲经啊！你们自己的神职人员出问题了，你们的信徒出问题了，天天讲经。现在讲经用微信网络啊，好啊啊！讲经的讲堂没有人呢。啊，我在这讲，你们还来了几个？平常我讲经，圣严鹏就是我一个人，没人呢。啊，全世界人都说到好啊。啊，那现在又发现这个问题了，基督障碍。啊，这个办怎么办呢？有办法。啊，我讲经的时候用字幕，不要有人像出来，出来是全字幕。那我有声音有字幕，没有人像，不造成个人崇拜，这都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。你将来在弘法利益身上遇到障碍行不通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啊？人不要出风头，不要让知道我现在就是麻烦，就是这人出名了。古人说的人怕出名猪怕肥，别人就要宰你了啊！好在我现在已经88了啊，我天天什么都想，就想阿弥陀佛来接我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其他真什么念头都没有啊。所以心清净，看东西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啊，到这边来这么几天，每一天都有客人啊，地方的官员啊、议员啊、企业家啊，这个宗教的领导人，还有对社会上有影响的，每天天有客人来啊。好在我还能应付得了啊，他问的问题我都能给他解答。他们也都还很满意，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地方最难的，我们在住13年，13年把这个人民团结起来了，
啊，土文巴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青宗学院，而且我听说他们的口头语的是净宗学院人都是好人，我们得到这么个好评啊，所以这些人都想看看我，我也给他们出出主意啊，如何让这个小城走向未来的发展啊，未来我给他们有期望，未来是澳洲最大的城市，像这个目标去走啊，能做得通。宗教团结了，族群团结了，大家都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这事情就能做成功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这个地方有个宗教大学，面对全世界啊，这个城市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大家都记住那两句话，我们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现在都有这概念了，好办了啊，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就选得很难，现在通通都有这个概念。他们希望我回来，我说你们真干我回来啊，那你们不是真干这桩事情我回来没意义啊，我就不想回来啊，真干我要帮助他，会很快产生效果啊，一个大家都需要安定和谐啊，这个城市绝对没有犯罪，犯罪的人要做到这样的啊，人人说话都真诚，没有欺骗人，要从这儿着手啊，宗教来带头啊，希望全世界都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来考察啊，来学习啊，将来能够普遍展开，整个世界就可以化解冲突啊，整个世界变成盛世，过去中国文明的盛世是一个地区，今天中国文明盛世是全球啊，我们碰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呢，习主席，他在带头，真难得啊，这次访问印度，访问几个国家的时候谈话，他们找出来送给我，我看过了啊，真欢喜啊，这是一个菩萨再来，再来人，菩萨化身啊，完全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苦难众生付出啊，没有想到自己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前途有希望。